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东哥，放飞东哥。现在泰国疫情有一点好转了，所以像游泳池开放了。我们今天带孩子到小区的游泳池来游个泳，给他报一个游泳课。前面那条路就是进小区的那个进到小区这条路，然后这里是小区的会所，游泳池和健身都在这里，售楼处也在这边。然后这条路是一直通往各个小区，同一个开发商的吧，现在已经到第六期了，现在在卖的也是第六期。走，游泳开心吗？好，走，不溜。现在这个小区算是在清迈还可以的一个楼盘，我到时候有机会的话给大家拍一下。现在还在卖，已经卖到第六期了。我现在租的这个地方是二期，二期大概是有个四五年的样子了吧，现在在卖的六期，但是户型是差不多的，户型都差不多。我现在住的那个算小户型，小户型的话四房三卫。四期的话，六期现在在卖的是四房四卫。看，又是一辆名爵。泰国这里名爵真的是好卖啊，感觉。楼下都是器械的力量，还有里面是课程，什么动感单车的课程。这里还有外卖广告啊什么的，卖车的广告。看，82.5万，福特皮卡，要不要搞一辆？很新的 ，like new， 20,000公里，走了，上去了。上来这边是跳操的教室吧，还有瑜伽，这边是跑步机、椭圆机，还有游泳是往这边前腿。看 Swimming Pro， 进来看一下，这里是课程。对，口罩也放着，你不能戴着口罩游泳啊。这是桑拿房，洗澡。哎呀，看着有点旧啊，不过该有的也有。好，准备游。好了，这边，这里游泳的话，如果你没有办卡的话，一次是小孩10铢，大人小孩是50铢，大人是90铢。好，走吧。差不多两个人的话就是140铢，差不多28块钱吧。哦，有个美女，有个老外美女。哎，好像就只有这几个一个人吧。出太阳了。那边有辆老爷车，有意思啊。还有个美女从天窗探出来拍照。哦，这发动机哦。远处那个山就是素贴山。
游了一个半小时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啊，给他报了10个小时的课，十个小时的课的话是多少钱来着？2400。2400铢，2400铢的话，算下来是500块钱不到。500不到的话，等于一节课40多块钱吧。这个价格很便宜啊，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便宜。在国内的话，一对一的游泳课，好像150到200吧。150到200。对，差不多。哦，好像一对一要200块钱。然后这里才40多块钱一节课，这个就真的是性价比很高。然后我老婆办了半年的那个健身卡，是多少钱来着？6个月9000铢。6个月的9000铢，那这个9000铢的话就是1800块钱，那1个月300，这个价格。跟上海感觉差不多吧，这个价格差不多。上海也有这种299的啊，这种的。不过他这个1800半年的，是带课的吧？应该是有那种团课的，瑜伽课啊。对对对。还有什么动感单车啊这种课程的。所以还行吧。好吧，现在6点多了，看这天色，大家看一下，看这天要下雨了，所以你看前面那片云压得特别低，黑黑的。现在雨季其实挺凉快的，昨天晚上睡觉还有点冷，回家吃饭了。哎，这个就是六期的房子。现在卖的，这是6期的大门，旁边这个是4期，也不知道几期的，是兰纳风格的。那边是3期的，那边是3期的，都是大户型的，这里是6期的，就属于那种现代风格。好吧，下次有机会上6期给大家拍一拍。肚子饿了，回家吃饭了。好，拜拜。